我们召唤你，走出了我较为熟悉的西西里龙室。那现在对手换位置了，那我就继续出骑士。好，对手有可能准备这个配合威胁这个吗？有没有可能骑士过来准备主将过来威胁我这个 F 骑兵？我咋也不知道。好，那现在对手走起了 C 三兵了，跟各位棋友讲一下，主将配在 C 四走 C 三，十之八九准备冲起 D 四兵，形成两支强壮中心。而我通常对付这种形成两支强壮中心。我们按照惯例嘛，按照观念，黑方在开局阶段下，中心绝对不可以让白方过度强大。如果我这边不加思索的走了其他东西的话，白方准备就要中心超强大了，是吧？所以我通常会选择的是小兵一六，这什么思想？一六兵支援第五兵，准备撼动白方的中心，跟他一起抗衡中心。如果白方选择兵站起来，我就交换掉，交换掉之后，然后我就将中心兵给拱起来。虽然我可能会有一支中心步兵，但是如果不顶起来的话，白方中心就会过度强大了，是吧？好，互相中心抗衡，不能给白方中心过强大。如果白方中心过强大的话，我的骑士跟主将就会被盖住，很难再复活了，是吧？好，那现在36级慢棋，我现在先追求能不能在上2000分之前，先追求不败。既然已经连胜没望了，至少让我追求不败吧。好，那现在对手打个国王，打个国王，让我就给国王保护，顺便出骑士，顺便保护王，顺便连环骑士，顺便准备换位置。反正现在我可是小兵碰主将，是吧？他必须要理我，这只主将必须要做抉择。他选择的是这边一个牵制，好，那这个牵制给了我，这个牵制轮到了我这边就要做出抉择了。我评估一下，我换位置，对手十之八九会再补一只牵制，应该不打紧。好，还是先换位置，换，来吧，这个六八先生。68先生1788，我现在是1764，目前三十六级，对，目前35级都没输，目前这是第36级，让我们来看下去，来吧，现在这个六八先生会怎么操作呢？好，对手果然如我预期的，开始对我的嵌字，对我这边嵌字做文章，那我这边十之八九。我可能会先主教盖住，做啥呢？不让城堡威胁我的骑士。如果他真的选择兵炸我的骑士，我可能就用 C 逼兵吃过去了。虽然我可能就有一个 C 线的半开放线上的落后兵，但是只要找机会把他站起来，应该还过得去。好，他交换了，现在这个 C 六兵就有可能成为白方的攻击目标了。那现在我可就要小心啦。好的，对手直接过来碰我的小兵，合理。对手直接碰我的小兵，那我现在骑士现在毕竟被牵制嘛，毕竟被牵制的话，那我现在就要给这个兵生根，又要给这个骑士生根。如果我选择 QD6 的话，他主教敲，我后敲他就炸我 C6，是吧？不太好，那我干脆有没有机会？冲兵 C5 做啥呢？冲兵 C5，他如果兵敲兵，我直接兵炸主，小兵 B2 带抓城堡，直接把他宝抓死，有戏吗？我来评估一下，因为这个冲兵 C5 可是有点风险，因为如果我过去的话，就算拿到这个城堡 A1，但是如果这个兵变成一支强壮的通路兵的话，我是不是有点风险？评估一下，评估一下。对手下好快啊！该怎么做呢？紧张？冲兵 C5 吗？说不太准。好，还是冲兵 C5，冲出去了。他如果兵敲兵，我就选择主教敲兵带抓城堡，城堡直接被我强行给抓掉。但是这个风险就是这个 C 兵可能会变成一支强壮通路兵，他选择的是船后回撤，抓着我的这支兵，他这个牵制，OK，很好。而且这个
这个速度让我有点紧张哎，这个对手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又快又准？让我不禁产生了疑惑，这个对手怎么又快又准？该怎么办呢？拱兵吗？拱兵他敲我敲他后敲。出宝吗？出宝，他出骑士，哎呀，这个对手怎么回事？这个对手怎么又快又准，让我有点紧张。他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该怎么办呢？出宝，后敲。QC 解签，Q 敲，Q 敲敲掉，这只没跟。哎呦，对手好强哦！怎么回事？对手怎么那么强？好，QC 八，QC 七。他会走什么呢？会选择敲我的主教，敲我的骑士，会选择主教敲骑士，还是选择兵敲兵，还是选择 Q 敲兵呢？到底这个对手，这个六八先生，1788的六八先生下的那么好，到底是使用黑科技，还是真的水平如此之强悍？好的，现在他暂时拿到一支兵了，是吧？他暂时拿到一支兵了，那我这边骑士就要做出抉择，我的骑士还是必须要动。骑士到这里，骑士 C 六，现在暂时少一支兵，有点难下，怎么办呢？现在暂时少个兵，好像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里，最关键问题在于这里，在于这里，他这个落后兵真的到手了。其实这里我有想过要不要补 H 六小兵，但是他还是可以硬敲我还是落后兵是吧？好吧，现在看对手，对手选择的是小兵车三，这手型很明显，主教就要打我的这个城皇后了，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真可怕，这个对手连让我城堡复活都没机会，连让我城堡复活都没机会，真可怕！这个对手真可怕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评估一下，评估一下。先碰骑士，他骑士有根，没事，还是先把 Q 亮到这条 B 线，把 Q 亮 B 线，有机会威胁个 B 二兵吗？说不太准，他十之八九可能会抽骑士，maybe，直接骑士复活盖住我，让我的主教无法威胁 B 二兵。让我们来看下去，这个对手到底会如何做操作？反正这个主教随时在这里控制这个黑格子，这个黑格 B 八格想必就不能放城堡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城堡十之八九可能就要守到 C 八格子，准备威胁这个 C 五兵。有没有机会？我自己也说不太准。现在时间双方差距4分钟，这个6818先生，好，他选择的是骑士复活。那骑士复活了，那轮到了我就要做出抉择了。嗯哼。过来吗？直接过来，碰兵。游戏吗？评估一下，直接过来碰兵。他如果抓我的城堡的话，我直接皇后一敲，强行皇后。游戏吗？游戏吗？评估评估。好，过来，强行准备碰他的 B 二兵。他不可能再选择这个主教了，是吧？因为我直接皇后炸 B 二。B 二没跟，顺便强行换后。那轮到了白方，白方十之八九可能就会做的抉择就是城堡 B 1选择保护。如果城堡 B 1的话，我可不可以直接主教碰他的城堡呢？有没有这个戏？我来评估一下。好，哎呦，对手是什么东西啊？
就是说什么东西，就是说什么东西，他选择骑士生根，他选择骑士生根，他选择骑士生根。等等我，让我来评估一下，因为现在这个骑士生根，我可不可以主教打这个呢？主教打他碰个 Q， 他如果骑士炸我就 Q 炸，他如果后炸我就保炸，好像可以这回事。我来评估一下，是不是主教可以强行炸 B 二？如果我主教炸 B 二，他如果城堡牵制我这边主教敲后，他城堡敲后我就保敲，是我没看，是我看错吗？可以吧？主教炸 B 二，好像至少暂时把一只兵给拿回来了。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我来看下去。来，他要不要换后呢？现在我拿回来一只兵，那就暂时大家都是一样多了，吓死我了！到底他会不会换后？现在他的选择有可能换后，或是来我家 ，maybe， 可能来我家换后。他果然来我家了，果然来我家想要跟我碰个骑士。那这只骑士很关键，这只骑士不能被碰掉，因为这个骑士需要顶住这个 C 五通路兵，是吧？所以评估一下，评估一下，好。跟着你换后 ，QB 五还是要换后，不能被你碰骑士，不能被你通路兵前进，这个风险太大了，是吧？这个兵不能让你前进。哇哇哇！强行甩过来，这个骑士怎么回事？这么凶凶巴巴的，好凶啊！这个对手强行甩来我家，想干嘛？想要这个直接叫杀吗？这么直接？如果我敲的话，他来 Q。如果我敲 C， 我评估一下，因为我在想说，如果我敲 C 的话，他来 Q H 六，我再去守护，他直接保碰我，我回家，但是我就掉骑士，所以这个骑士不能。不能被摸，所以 C 兵暂时保护骑士 ，C 线刚好没开放，因为 C 兵保护骑士，用白兵保护我的黑骑士，所以有这个思绪，有这个思绪，换 Q， 他已经拒绝我，十之八九拒绝我，那我就强行 Q 到这里，好，换 Q， 换不换？他应该十之八九会选择后 H 六，他会选择后 H 六的话，那我就直接把 Q 甩到 C 三格，准备拉回家。紧张啊！换 Q 不？好，果然 Q H 六了，准备主角就要过来了，准备就要把我打歪歪了，那我就必须要做出抉择了。好，这个抉择。硬顶吗？硬顶掉这个主教不合理。我来这里的话，他来这里。哦，不行，他顶我的话，他顶我，我敲他来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波操作很秀哦，我是不是有点尴尬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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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操作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有点尴尬了？这里炸我！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我这里他来这里，我硬站起来，他敲我，碰我这个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对手怎么这么会下棋，让我有点紧张。评估一下，这里，这里盖住我。我如果骑士敲，他就直接主教过来，我直接再见。这个对手怎么这么强？咋回事？他怎么这么强？拱兵。好，这里还是只能这里，感觉太强了，赶紧提核。这个对手到底是不是什么黑科技呀？好，现在准备后。到这里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他果然来了，果然来了。主教强行想来这里，那我就必须做出抉择。
我是不是只能这里？好，这里顶住，顶住你，还是要顶住你，必须要顶住你，不然没得下了。他敲我碰我宝麻烦，哎呀，他敲我碰我宝，那我就只能硬着头皮炸。好炸，这个只能炸，这个没炸没办法。哎呀！这对手也太强了吧！待会儿战斗完，我可要看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操作的。这里，将军，所以只能这里。他不敲宝，不敲宝。怎么不敲宝？多王，他是不是有问题呀？怎么不敲我宝呢？哎，他怎么不敲我宝呢？这个奇怪了，不敲我宝，那我宝不是活下来了？那我不是 Q 可以回来刚好防守住了？哦，是这个，哦，是这个主教梅根。哎呦，这个对手怎么那么强？哎，这个对手太强了，我觉得。好，这盘棋我受不了，先认输。我来看看这个对手，刚刚输输的得怎有点么莫名其妙的。让我来看一下，对手下得如此之快，在这个0729时间还有7分钟，他下得超快，快死我了！到底现在我守得住吗？现在这个对手我准备就要守住了，他选择骑士一五，这个一五好像有问题耶！我当时实战走的是小兵 F6，但是我是不是可以吃啊？如果我吃了他来的话，我是不是？这个格子，我可以这个闪击啊，骑士 F3，我是不是骑士 F3 就闪击成功了？我这个闪击不就把主教给抓掉了？那不就守住这个狙击格子了吗？哎，好吧，今天的第一盘棋，今天的第一盘慢棋居然如此惨不忍睹，我的